每个星期六下午3点，我们有英语聚会哦。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柯约翰牧师，他们都会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修理老师，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国外的不同的生活的内容，还有属灵的经历。今天这礼拜下午是柯牧师要来跟我们讲他在夏威夷跟他们家人的相处，跟他的孩子孙子们有夏威夷的风光哦。欢迎各位一起来享受夏威夷之旅。